这样一个关于扑克牌的预演魔术，你想看吗？好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这里有一张预演牌，但是呢，我先不能给你看它是什么，好，把它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在我这样拨牌的时候，随便叫停。好，停。好，停在这里。好。好，这张牌你拿去看一下。OK， 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？我的这一张牌预言牌和你的牌是一模一样的，不可能，几率很小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好了，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打开好吗？好。一、二、三，梅花四。梅花五。这个好像有点尴尬。太尴尬了。有点尴尬。那这样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用到你的想象力。你可不可以想象它是梅花四？太难了。那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了。首先你想象这个点数会变成四好吗？ 好，你要想象，如果你去想象呢，当我这样转一下呢，你会看到好像真的变成四了，点数真的变成四了。对，你可以摸摸看，是吧？对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步，你想象花色会变成四。很简单，你只要想象花色，你看它真的变成四个梅花了。只有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最后一次是最难的，我要你同时去想象花色和点数呢都会变成梅花四。你想象，想象之后打开。哇，真的变成梅花四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梅花。这张梅花四呢只是你的想象，这梅花四只是你的想象。你还记不记得最开始你选的是什么？选的梅花五。是梅花五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把这梅花四翻过来呢，这样轻轻摩擦一下，你会发现它真的变成了梅花五。因为这是真的。但你记不记得我说过这是一个预言魔术？对啊。所以我这边预言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梅花五，都是梅花五，你的梅花五。谢谢。